所以来到台湾看到这么多的粉丝，其实他非常非常的紧张，他现在很想要吃去看凤梨酥啊。哦，想吃看凤梨酥是吧？好，记得去买，你就有机会可以上台，懂吗？好不好？很棒。想吃凤梨酥，为什么他会想要吃凤梨酥呢？他在电视节目看到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谢谢你。